阿公的眠床脚，藏着一台老胖车，三不五时胖出声，照写思念伊身影。阿公的眠床脚，藏着一领破雨衫，三不五时摕来看。屏顶写着阿嬷的名，若人生行到这空，不知哪已经八十冬，回头忘记少年代的梦，想着彼个人，工厂眠床。心行到这空站，嘛已经八十冬，回头忘记少年代的梦，想着彼个人，工厂眠床作伴，一种思念的心情。好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讲评。今天评验的这首歌曲，我觉得子虹老师选得非常好，他对你很疼爱，他比其他两个爸爸都还要疼爱你。子虹老师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有什么感觉？对，我觉得我今天听评验唱这首歌，我很感动，而且很骄傲。我帮你选了一首很适合你的歌，然后我也很谢谢你。然后这么努力到这一关，今天不管你的输赢，我都觉得你很棒，非常棒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就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我觉得我刚才是感觉上是听一首歌而已，就是从林君毅唱完的时候，好像突然从他的灵魂出现一个小孩子，他小时候的样子出来再唱第二首歌。我觉得这个是一首歌的概念了、啊，我感觉上，然后就会有一种。就像说那个君毅刚才讲的说，小时候不知道的比赛，突然有一天长大以后才感觉到那个得失心，啊，我觉得君毅今天有机会就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很像自己小孩子，然后呢唱歌的方式特色也很接近这个孩子啊，就仿佛跟你自己小时候自己相遇，今天这个画面很棒，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参加那么多。节目看那么多表演哦，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啊！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平燕，你会唱阿嬷的话吗？我只会唱阿不委屈。哎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当高义啊，高义对不？别像像咱那被给这光改高级，对吧？来，我们请黄山亮老师为我们讲。我感觉人生的安排就是安尼吼，咱评演都是上重要的这个关卡吼，拄着这个大魔王，我伫感觉俊逸的歌声、唱歌迄个气质，真的是很难有人能出其右。哦，啊，今天看你完璧的表演，啊，咱的评演是变安怎？在这么强大的压力底下，你还能够轻轻柔柔的，你把你的故事慢慢啊导导啊讲出来，哦，把那个画面带到歌声里面，然后。一点都不会让人家感觉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。我感觉这只是你的成就，但是今天你要了解一件事，你不可能赢过所有的人，但是你要赢过你自己。你能够在这个关卡下面
如何呈现出完美的自己，那个输赢在那边，然后在这个舞台上你成长了你自己，那你今天要赢的是那个部分的品验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